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。我们在社会，在我们的工作场域中间，往往遇到的一些所谓的弱势，包括菜鸟，或者是需要我们协助的对象等等，这些我们究竟用一个什么样子的眼光看他们？我们弱势的时候，若是有人拉拔我们一下，鼓励我们一下，把机会给我们，我们很快就可以成长。当有人在我们的手中，无论是我们的儿女，无论是我们的学生，无论是我们的下属，用一个真理来建造他们，是一个生命性的教育，让一个属主的生命在我们的接待中间得以成长。